这是杰伦的最新专辑《七里香》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去支持一下。对，杰伦的新专辑，签唱会的活动有了吗？下礼拜再跟大家讲嘛。还没有，好，下礼拜。那我们现在玩这个比手画脚的游戏。好，是猜你的歌啦。猜我的歌。OK。猜你的歌，那我们先比让你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杰伦要站在这边，你坐在这里好，你坐着，对对对，坐着。这我们的新道具，这你需要椅子。哎，你是第一个做的男生哦。真的。对啊，上一次做的是乙方。全部都是女孩子做的，对，开心吧，第一个，不错，而且是做这一张哦，因为我们有两张，我们没有让你做另外一张了，对，哎，不能回答，不能回答，你不能回答，你不能回答，我吓我一条，开玩笑啊，好来，第一题，来，两个字，有没有惩罚的？有，喜欢玩有惩罚的游戏，就如果答对，你可以答我们，那没有答对，我们两个可以打你，就这样，OK 吗 ？OK， 你只要答对，你就可以打我，哎，可是他的歌名比较好，很好猜啊，很好哎，可是我们很难，来。忍者，你说简不简单？对啊，好打打打打打，我们愿赌服输，哈。好，轻轻的先。哎呀，这样轻轻打，你会后悔的啦。你待会看我们打你，你就后悔了。真的吗？下一题。两个字，然后这感觉有点像娘子的感觉。对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屁股翘。很难呐，我跟你讲，他都会猜对了。哎，好，下一题。五个字，五个字，爷爷泡的茶。好的，你看，我说他的歌会不会很好猜？因为那歌名都很奇，就是那种很特别的啊。我们要选一个比较难猜的。对哦，好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们误导他，误导他，误导他。哎呦，这个有点是像抱回来的感觉啊。啊，答错了，答错了，来加价，加价价，哈哈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哦，你会后悔啦，你会后悔啦。你刚才打我们的，可以狠一点，可以狠一点。哎呦，不够狠，对不对？这个狠了，还有啊，我等一下可能会更用力一点。呀 ，yes yes， 我就说你要狠一点嘛。七里香啊，对啊，我刚比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啊，然后我刚才有比较，哗，对，我们比到七啊，我比到七而已啊，有点误导的嫌疑哈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题很简单的，对啊，怎么办啊？双节棍。你看，你干嘛要这样挥？我很怕他答对。好，哎呀，还是好小力哦。你太小力了，这样都不好玩呢。你一定是因为今天生病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不是他生病总是要帮人家一下啊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这个难的哦。四个字啊。这是哪个？哎，不要乱比哦。没有乱比，真的，真的。有这个东西哦。嗯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很明显哎。对啊，你看我们点的这个。哎。好了，认输了，这是什么？黑色幽默。哇！哎哎，不能打我啊！是你没答对哦。好了，你他都打不了，能打那么小力，我们也不能。好来。啊，要不要新新闻哦？不，后面还有几题。好，后面再回来继续比。后面这一题还蛮好玩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张尚伟高雄签唱会的花絮，回来继续猜周杰伦的歌名。有加。好。所以呢，刚刚我们看到是杰伦猜嘛，他答对几题？他几乎都答对啊，就答对没答对。我们刚才后面开始瞎掰了，七里香跟黑色幽默没答对。但我觉得玩瞎掰的比较好。瞎掰的哈。但是还是要有意义。要签的，至少我们字数一样。对，好。好，好，那你再继续做，我们再来继续。都要换人一下，我来比你们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来，好，我来。来，这个你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哇！哇！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哎，周杰伦，你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字。换了，你也比一下，你也比，你也比一下啊！一下，两个字。啊，好好。你跟张尚伟有什么差别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可以两个组合，两个人一起在很漂亮的一个。哇，心情答对，蛮厉害的，厉害，算你厉害了，我厉害，再来再来，这个男人，你哪里来来？哎，四个字，四个，这个有点难啊，快念，好，来哦，四个字哦，好，你可以比 MV 内容或什么，最后一个字，最后一个字，
非常厉害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说我太强了？你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也是四个字。对啊，四个字，来，喝给你。就这样啊，娘子啊，四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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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有很多跟女生有关的。就这样，四个字。对啊。MV 有没有演什么 ？MV 有没有演什么 ？MV 就是一男一女。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出来。怎么啦？可爱女人啊。你要一个一个比，这样谁知道是什么东西？演起来，张哲伟换你，换你去。我不会记歌名的啦，快点去。我很难。